呢個班底一起合作做一個男團嘅話，我覺得都應該會幾開心。所以如果有咁嘅機會，我哋都會好期待。仲有兩個位置，你哋覺得邊兩個人最適？你問我，梗係揀 L 同埋 B 啦，一定最自私嘅呢個係。聽講佢有更加多嘅嘢要可以俾人發掘到嘅，資深啦、元氣啊、元氣其實都有好有實力啦。一個團隊有佢嘅話，都會喺歌唱方面都會再突出到。同埋一個大將，大將之風。小平咯，齊曬 B One 咯我。係咯，我小平係因為佢嘅性格好適合喺一個團隊入邊，佢會好適合去處理好多人與人之間嘅嘢，有一個好好好人嘅角色。我都係諗到小平，因為我同佢都 friend， 其實又係私心。咁啊，聽聞咧，你哋公司又攞咗個期咧，就準備同你哋搞呢個演唱會喎。冇聽過，咁開心。咁如果真係有呢個 show 啦，咁你哋想點樣表現下呢？試一下做一個好似我決賽咁樣，同我班兄弟演出 hip hop 嗰個 show， 又跳舞又 rap。但最想嘅話就做一個再加強版嗰啲啊，跳再耐啲，可能再 rap 耐啲，跳耐啲，然之後炒興成個場嘅氣氛咁樣。我會想唱到自己寫歌，如果有機會比較少唱廣東歌。咁其實我都有唱嘅，不過真係好少，所以可能真係認真地整地喺現場唱一首廣東歌。